那个雨伞放旁边就可以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哇，我很高兴哦，你们都跟我一样胆子都比较小，啊，几乎都很少会进来的。啊，里面呢大概一二十次而已，这个是我知道，它是不是移到别的地方过冬？啊，它要繁殖。好了吗？好，大家进来进来。好。